球，再一次的角球，好，第四个角球了。在这个方向呢，就是由李佳元来负责角球的操作。哎呀，这一次第一时间起脚球，在门前刚刚好，刘书铭，哇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打掉的机会太厉害了，你看，第一时间耶，哇，71分、72分，哇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哇，刘书铭13颗的进球，哎，现在并列了，对对对。如果照这样来讲的话，应该他是金靴奖的，因为他最后一场他的那个冠亚军之战了。哦，你看，哎呀，哇，非常聪明啊，真的不简单嘞。陈永哲没踢好，结果龙书铭刚刚好就在这边 right place right time。对，当箭头就是要有。